咱注意孙亚师姐，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咱今仔日过来继续讲咱啊，前回所讲的说落去。今仔今仔讲到这个金刚神咒，好，金刚神咒就是讲咱道教讲金刚护身，啊，会当甲咱护身。哦，咱就讲，若要出门，还是什么，还是讲，咱今仔日要做什么代志，咱要出外去。对呀、啊。咱就爱来金刚护身，哦，助咱的，给这个，你又敢来给咱保护掉着，哦。金刚神咒，在这个，伊讲天地玄宗，万气本尊，光修万劫。正我心中，从天地来，这天甲地啦，包容着咱这个现状。啊，万气本尊就讲，迄、那个气是先天之气，最基本的。光修万劫，正我心中会甲咱顾着咱这个身躯。啊，三界这内外所有，哦，就是唯道独尊。譬如金刚内底有这个光，金刚光来护咱的身躯。啊，你若讲视之不见，讲看，咱阁看无；听之不闻，啊听，啊无听到啊。哦，但是这个包罗天地内底，包罗天地，养育群生，相持万变。金刚成就就是讲，你若甲你会用背时。一直甲伊持持这个金刚心咒，自然有咧光来护照咱的身躯，心有光明，三界是为五地殊荣，万神雕立，一宿雷霆，鬼妖丧胆，精怪梦行，雷有霹雳，雷神闻名，东飞高切。五气腾腾，金刚塑形，护护真人，急急如玉皇，光降如灵天。哦，咱只讲到这个内底吼，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。咱来知影，金刚神咒是啥物意思？为啥咱来念金刚神咒？因为咱上经的人，伊拢有只小咒，甲咱护体。哦，啊！而且这个神咒，咱也会用运用，用在什么时阵？就讲金刚神咒，咱要出外去，还是讲咱要行一个较无光的所在，还是讲咱要去真济所在是无清净的所在，咱就念这金刚护身，把咱保护着。哦，有迄个光，哦，自然。你讲咱拄仔有讲这個。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吼、哦，就讲视之，视就是咱看嘛，看嘛无看到，但是要听，听无，吼、哦，啊，伊就讲包罗天地，所以讲这个物件拥有群生，伊顾着咱这个群生，咱的众生，所有万物内底嘛是群生，吼、哦。来，上持万遍的讲，咱时常持这个金刚神咒，一直甲持，也袂讲啊，只学你持一遍两遍，你这里一直甲持，哦，身躯心头迄个光明出来，迄、那个光发射出来，哦，啊，三界是话讲，三界内底所有一护卫，哦，五地殊荣，所有。即神地神什么，因只护驾神拢会来甲咱助咱。啊，万神雕咧，听到金光神就所有的即神来对应对，哦，他们会立正站好，很有规律的，一树雷霆，亲像咱伫个念这个咒内底，就讲伊会发射出来，就是这么强安尼，鬼妖丧胆，鬼。妖听到这个咒，伊咪惊嘞，敢那会当念这个咒了后，伊会去
化大去啦，吼、哦！啊，行到啊，真怪龙岩，所有遐不净的物件，因都变作无去，化为乌有去啊。所以讲，这内底哦，亲像特别感官，那你哇，内心温凉，凉起来哇！你看，刚才这个名，凉起来，刚才雷公神安尼，这么大声，啊，这个光会发射出来。动非高节，你看，什么物件，无论你这个内底，咱所有的这万物之灵内底，吼、哦，伊拢会高摄内底，咱会五气腾腾，亲像一个直直安尼射出来，金光烁现，就迄个光出来，啊，符合着这个真形，啊，搁再加持一句讲，积极如玉皇，光降如灵界，就讲。念咒了后，为啥讲积极的力量？就讲这个咒的加持落去，积极亲像玉皇，就是咱天光玉帝，伊的光速速降落来，力量克有无？安尼你看，咱若甲念进来，天地玄宗万气本尊，广修万劫正悟神通，三界内外唯道独尊。退幼金光，复应五心，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包罗天地，永育群生，上持万变，心有光明，三界是微，五地是圆，万神雕立，一宿雷霆，鬼妖丧胆，精怪妄形。内有别的雷神温明，动飞高铁，五气腾腾，金光烁现，符合真形，积极如玉皇，光降如灵铁，有无？咱念念咒、念心咒的人，就迄股气爱念啊出来，这个气念啊出来，这个咒力量就非常的大。哦，咱过来了解讲咒。香新酒，就讲足香。咱有当安尼拜神，拢会压香。压香咱拜神，冒一个新酒。新酒的是，就是讲都是有这个心合。我头啊，唔知影讲足香新酒内底伊的细节，每一句就是讲咱初一十五有用这个足香新酒。有这个程序的讲，了心香得西，虽然是无几句哦，咱只十句，但是咱在念这个心香，七一到十五，咱可以用这个哦，照香心咒来做一个哦，咱在了心香经段内底，然后徛着八个人哦，有一个伊这个。道有心嘛，哦，我嘛是到尾啊，学着这个道经了后，才知影这个程序，哦，道有心啊，就讲咱八人开始道有心哈，行礼，哦，啊对方向啊靠，然后才右转，哦，行为西咱的段一面，但是每一步行到咧后边迄个段一时。中午，咱的素茶会当写到一个香，素茶，吼、哦，来写到一个香，来摆摆一个香。啊，即马做主上经主八个人来讲，咱七经八道，咱道的上经八个人，大法师则用个九个，哦，一般正常的是，人讲七经八道。佛家拢用徛数，哦，啊，一三五啦，但是因是拢七个为主，哦。再来，咱道家就是讲八个人，八个在念，啊，这个段内底徛八个，哦，以段分开来讲，八个人伊即马去到后边是正中央的是，顶悬写一个香，但是咱用倒手举香。为倒顶拿起来，按两支手在速茶，吼、哦，咱亲像迄个火鹤安尼吼，咱就
就得速查。来尊主，你摕一块速查来，哦，速查我即马代表互恁看。伊在做的是就讲，咱徛在迄个度，行咧，咱手提手提路，拢提手提路，哦，啊，咱行到位正中央的是做主，伊在头一个先去做，哎，长吼，就是咱即马讲的这块速查吼，速查咱需要一个香，啊，咱放伫顶冠，咱为顶冠。香的头一撇，咱来先提顶悬了，啊！导游心目会使提安尼，伊念的会使念一个文讲：导游心目，导游心目，你看，啊，我念一句的话：导游心目，啊！先行了后拿手路，导游心啊，啊心啊，向团啊，又提起来，心意念用咱的耳梳额头，点一个心里，导游心啊。心法相传的香提起来顶悬，然后耳梳写一个心，头壳唔免一直叮当意念就好。啊，佫再来香释迦牟尼佛，导游心啊。